停了，这什么声音吗？我们去停一下。表妹在那边来的。喂，你在做什么？What do you want for Christmas？ 圣诞节要到了，请问你想要什么礼物？好，我想要一睡觉醒来，旁边就有一个女生躺在我的床旁边。看起来这个是单身狗的愿望哎，走，我们问下一个。OK。哎，你来，圣诞节到了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吗？你哦。三弟，圣诞节要到了，你想要什么圣诞礼物？不可以啊？什么是不可以？我要这样拍片，这样子。文姐，圣诞节要到了，你有什么礼物想要吗？你觉得我要什么礼物嘞？不，他是不是有在？丽颖，圣诞节要到了，你有什么礼物想要吗？再一个星星给我。